怎么的？不是，没有他哪有我？没有我哪有你？啊？那不啊？别！我跟人说，喂，哎，喂，哥。对不起，您拨打的线路继续憋，请您稍后再拨。别！Sorry， 干啥呀？整不了你是不？不是，你这是要干啥？不想让你去干啥？你干为啥不想让我去啊？你啊？凭什么你总去啊？啊？我跟你说，钱顺芳，你就是个傻子。我咋？你老拿人家当朋友，人家就把你当傻子呢，知道吗？不是，小四儿本来就是个傻子，怎么能把我当傻子呢？啊，那你俩就是对傻。我告诉你，钱顺芳，不是，我跟小四儿不是那种人，不是那种人是吧？啊，行，今儿你现在就给他打电话，你就说咱家也办喜事儿，哎，你看他来不来？行，哎呀，我咋跟人家说呀？你说你废物玩意儿。喂，哎哎，哎呀，嫂子啊，我哥手机在你手呢。啊，那我就放心了，太吓人了。啊，你不知道啊，刚才一个外国老娘们儿啊，上来这顿英语呀，然后就数数。哎呦我的天，在你手我就放心了。你跟我哥啥时候到啊？啊，那个事儿啊，我你哥过不去了。咋的呢？那个今天我们家孩子呀办满月酒。啊，那你们办吧，不用来了。看见了吗？这就是你的朋友，这就是你的发小啊，这就是把你当裤衩子捞上来的救命恩人。哎呦，别闹，我有点蒙圈了。不是，这知人知面不知心的小四儿咋是这样的人呢？不对，媳妇儿，你肯定你这话说的不对呀、啊。你咋能跟他说咱孩子办满月酒呢？他能信吗？怎么的？咱家孩子办满月酒，他怎么就不相信呢？你说这话说，街坊邻居谁不知道啊？你那块地根本就……钱顺芳，不是，我不是那个意思。你啥意思你啊？我没那个意思，我是说你就不应该撒这个谎。我要不这么撒谎，我要不这么骗他，他能信吗？啊，他能来吗？哎呀，你说这……哎哥，哎哥，这哥，哎，那什么。告诉我啊，你家住几单元几号楼？我用最快的速度，我跑到了你家啊！没了你，喂，四儿啊，喂，四儿，你听我说啊，东西太多了，不是，快下来吧，你快点下来接我。现在有点蒙圈，请你稍后再拨。嘟嘟嘟，你就整吧，那也不能怪我呀。你让我这脸往哪儿放？干啥玩意儿啊？还孩子办满月酒呢，还这什么玩意儿你啊？来，你生个孩子我看看，来，现在就生。我现在能生吗？你什么呀？你让我在朋友那儿怎么混呢？你还撒谎，还孩子，哪儿来的孩子呀？我不也是为了你好，你别让我去呢。你可真累死我了，你还孩子抱着吧。人家来了，你说咋？你这回你必须得，你给我弄哥，我来着。比地还辽阔。干啥说？小点声，兄弟。哎呀，你咋来了呢？还我咋来了啊？你说你家孩子办满月这么大事，你咋才通知呢？啊，不是，哎，你说你俩认识的时候背着我来的吧？啊，结婚的时候背着我来的吧？生孩子这也背着我来的吧？我家今天不揭盖，你家孩子还出不来呢吧？不是，兄弟啊，兄弟，你冷静一会儿啊，你听我给你解释啊，我跟你嫂子呀，最近工作都挺忙啊，这个孩子呢，是我们俩百忙之中闯空生的，啊，谁也没通知，拉倒吧，你就是没看得起我，没有，来哥，反正你看不看得起我，我东西都带来了啊，看着啊。孩子一岁到两岁穿的，三岁到五岁穿的啊，哎，那个。冒昧的问一下，男孩女孩？女孩。你猜？猜不着。男孩女孩都是好孩子啊。这样哥，我向你保证，
你这个孩子啊，从小学到大学啊，接送问题我包了。哎呀，你看看啊，孙儿啊，来来来，这才是我的朋友，是，这就是我的朋友。嗯，回屋吧，给孩子喂奶啊。走了，咱去参加接个儿仪式。你给我站着。什么玩意儿？我来干啥来了？干啥？孩子满月这么大的事儿，我那接盖咋比呀？我告诉你，我家马桶盖都让我给扔了，以后我家马桶不用盖。你别扔。来，那我先看看孩子。哎呀呀呀呀！事儿事儿事儿，那什么，孩子小，有点认生，要不你遥望一下子呗？对对，老远看看就行了。对对对，仪式感还挺强。你说这孩子长得像谁呢？眼睛没我眼睛大。啊，眼睛没我眼睛小。长得不咋像我。啊，长得不像我。那像我。那也不可能啊。但是我看这孩子的长短长得有点像我哥。那个这宣布劲儿还像我呢。这哎，说这孩子怎么哭呢？哭。喂喂。看出来了啊，像我哥，当年我从河里把我哥捞上来时，他也是这么哭的。哎呀，我看看，别别别别别别，来客人了，风大，爸回来。老头，谁呀？不认识的，小四儿，四儿啊！哎呀，半叔啊！哎呀，哎呀，我去！太尴尬了，不尴尬，更尴尬。你小子这一晃多少年不上我家来了？不是，范叔，你得听我解释啊。你说你这不搬新家了吗？嘎子罐也不用我往上扛了，煤球也不用我摆了，米和面也不用我往上抬了。我来多给你添麻烦。你就是给我家干活的呀，别来这套，你就是不想你范叔了。你看我这不来了吗？来了就好，来了就好，是不是？到，给沏点茶。沏茶，对对对，啊，冰箱里有西瓜，你给，你没事包这么个玩意儿干啥？二姑父啊，你们要干啥去呀？出去吃饭去啊？对呀。出去吃啥呀？小米粒刚才发了一个朋友圈，说现在饿的不要不要的了，这个时候岂能无我？我用洪荒之九牛二虎之力，给你们做了三种不同口味的食品。哎呀，小米粒儿，别总看不上人家王小倩儿，王小倩儿挺好。就是，除了缺心眼儿，一点毛病都没有。恰恰，就吃这个。你真好。麻辣味的，榴莲味的，红烧味的，任你们随意挑选。不够吃的话，回家我再给你们泡。方便我家没有啊，我非用你泡啊。你说整个破面条子，整这么大家伙事，搁哪儿整的？饭店租的。你有租这个钱，你不能给我买点饭呐？猪脑子！小米粒儿，你看不上他挺好。对，他除了缺心眼就剩彪了。王小倩，你是干啥啥不行，吃啥啥不剩。我现在要吃饭，你给我走。吃饭就吃饭嘛，你急啥急啥急啥呀？我给你们做点不就完了吗？啊？等会儿，我没听错吧？哎，王小倩，你会做饭？二姑父啊，看过《舌尖上的中国》吗？看过呀。我没看过。什么意思你？我想让你们的舌尖尝尝我给你们做的饭。哎呀，只有做不到没有想不到，我是真没想到啊！我还真想尝尝你的手艺。二姑父啊，给我打下手。我给你打下手，我给你打下手，我给你打下手。不打不打的，你急啥急啥急啥呀？二林子，我劈死你！我信。二姑，给我打下手。干啥？帮我把菜洗了。帮我把菜剁了，帮我把菜炒了。发干啥呀？看着我就行。不要脸！问世间情为何物，一物降一物。臭不要脸！二林，我跟……行了，行，准备好。哎呀，我给你们露一手啊！哎呀，大姐不在，大姐夫不做饭没关系。大姐夫，
没事啊，你在屋待着吧，我们能做饭，我们照样做了一顿丰盛的晚餐。哎，开饭！当当当当！什么玩意儿？菜名：清凉一下，主要食材：黄瓜。名称：拌黄瓜丝儿、拌黄瓜条、拌黄瓜片、拌黄瓜段。还有拌黄瓜段这个菜啊？你不爱吃啊？没关系。拍黄瓜，有事儿必点。王倩啊，哎，来来来来来，来，你把脑袋搁这儿。干啥呀，二姑父？我拍死你！哎呀，二姑父，你坐刚才拍什么玩意儿？这是啊，这什么呀？这是啊。来吧，王小倩做的饭，吃吧。还拿着一个小钢管，你拉倒吧啊！还拿钢管的就皮裙儿，你说那是孙猴子，孙猴子也行。儿子，啊，跟你说，嗯，你就找一个踏踏实实的能跟你过日子的就行，啊，你说咱都这样了，咱还挑别人呢？你看你那牙长得都快掉地下了。爸，你说啥呢？谁牙掉地下了？我牙大怨我呀？那我妈？不比我牙大呀？你不也跟过一辈子了吗？怎么的，伤着你了？哎，老哥，哎老哥，哎，马上菜就好了。哎呀，你别做饭了，啊，我这会儿哪有心思吃饭呢，跟你说点正事啊。你说说。哎，老哥呀，啊，你也知道，嗯，你说从我爷爷那辈儿就四代单传，你说我都这么大了，我呀就想抱个孙子。这没错，想抱孙子，那你是没抱上孙子。你要是抱上孙子，你就成孙子了。真的，你看我这一大家子，你要实在想抱孙子，那你看我行不？哎，你真逗！哎呦，我咋抱得动你呀？哎，这样，老哥行不行？你呀，把那小米粒儿叫出来，你说看看怎么样？看俩孩子的心情。您这句话还有什么说？那个大米粒儿啊，啊，去把小米粒儿叫出来见见啊！啊，那啥，爸，那个，牛叔啊，那啥，我小妹呀，她贼拉厉害呀，厉害！我怕她欺负我大兄弟。怕啥呀？打是亲，骂是爱。要是俩人真相爱，我任他打，任他踹，任他给我踢成骨折，我都能忍耐。啊，对不对？好，说得好，老哥。哎，看我这儿子的态度怎么样？哎呀，太坚决了。啊，办去吧。啊，我呀，待会儿啊，我就怕这小米粒出来呀，你们相中我们儿子。不可能，我觉得这人的长相不重要，钱多钱少也不重要，关键得人好。哎呀，老哥，你说的太对了，这搞对象又不是选美，对，关键的能过日子就行。哎，你们老哥俩说的太对了。哎呀，我跟你说，大爷，你就看我这长相啊。虽然成熟了一点点，牙大了一点点，但是吧，这都不算啥事儿。你知道现在这年轻小姑娘啊，都喜欢那个大叔型的，你知道吧？是吗？知道他们都管我叫啥吗？叫啥呀？欧巴。40万是吗？对，签合同。签。大姐，你应该有这个眼力。嗯，常言道，大眼睛双眼皮儿，一看就是敞亮人。从小到大，我说话办事那都是嘁哩咔嚓。哦，行，敞亮，我去给你拟合同去啊。好，你稍等。哎，太好了。哎，啊，
我是谁看不出来吗？啊啊，户主是吧？所以说买房子的事儿他说了不算，你得跟我商量啊。我跟谁商量都行、啊、我就看中这房子了是不是？你说的对，装修啊不错，我是应该再加点钱，不过呢我要这装修没有用，我住进来的时候啊我把这些都砸了。怎么的妹妹，你喜欢住茅房啊？把呸字带上啊，毛坯房。毛坯房，不是妹妹啊，你因为啥喜欢住毛坯房呢？我买这不是为了住的，我另有用途。不，你干啥呀你啊？干啥啊？从我这造型上看不出来吗？这还真蒙住了，看不出来。行，那我就跟你表演一下什么是真正的技术啊。哦 Rocky Rocky，Rocky，Q， 知道了吧？不知道。你干啥的？摇滚歌手，我是个艺术家。哦，妹妹，你是个音乐创作者。对喽。我买你们这儿啊，我是为了改成我的排练厅。你要把这儿改成排练厅啊？对呀。哎呀，怎么样？这我没想到。行，来，妹妹，哎，合同你好了，大姐啊。我跟大哥我已经谈好了啊，这个地方啊我买下来40万 啊，我现在就交钱，咱下午就办过户，过全款啊，必须的。行，我没问题。老哥，事儿办怎么样了？等会儿，你是他媳妇儿啊？那他是谁呀？哎，哦哦，哪儿呢？中介啊。